真不听。平安也是，昨天同学会，你今天面馆前，你们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我怎么了？我不就是跟平安谈了场恋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至于你们逢人就说这件事吗？我没有乱说啊。你跟平安谈恋爱是事实，我没有说谎，我也没有说错。啊，你要干什么？怕什么？我又不会伤你一根汗毛。不过今天婚礼你是别想去。不行的，我是主婚人，很重要的。他们一定在等我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来来来，尝这个，尝这个啊！刚出来的，那怎么吃啊？怎么样？尝尝一下，再忍一下。什么人？想吃就吃了吧，这看着多浪费啊！来来来，尝尝尝，这个是牛肉啊！谢谢，谢谢你们，特地请下来帮忙，谢谢。见外，太见外了，客气了，真是的。咱不是兄弟吗？过来不就是帮忙的吗？哎，对了，对了。啊，这个哎，意思意思啊，这不多客气了吗？多少是这点了，一点心意嘛。中国有传统，必须的。拿到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现在是你变得冷血无情，我做什么了？我碍着你什么了？你们一个个把我逼疯了才肯罢休，是不是？是你太自私了。平安跟菲菲也好不容易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你现在碍着他们的生活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你不能走，你快告诉我，菲菲你到底在哪里？你要是再不告诉我。我就告诉姚子阳，拆穿你的假面目，还有你肚子里孩子的事情，我全都告诉他。你敢告诉子阳？你试试。你竟然敢打我！少跟我闲事！你站住！你快告诉我，告诉我菲菲到底在哪里？告诉我，郑宇辰。赶紧打电话，走。